Hello， 萨瓦迪卡，我是丁丁。这一集送给即将要来泰国小住常住的你们，来了解一下曼谷大卖场里的肉肉价格吧。我超喜欢买这种肋排回家熬汤，肉米可以炖蛋、包馄饨、包饺子。还记得我用空气炸锅做的五花肉吗？就是在这里买的。这种肋排可以让商家帮忙切割，整只的猪腿分前腿和后腿，同样也可以让商家帮忙分割。每次来我还喜欢带一些半成品回家，例如虾饺、烧麦、包子、云吞，特别适合在早上做给孩子们当早点，加热简单又方便携带，孩子们在上学的路上把这个作为早餐特别的方便。看牛奶糖也好喜欢云吞哦。我是丁丁，带你认识不一样的泰国。